那这幅画看起来是一个看起来就像一个躁症的病人画作哈，你看他的特征哦，哎，躁症的病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平时是非常压抑的，情绪是比平常的稍微低落一些的，那也就是他会累积很多心理的能量，那些心理能量累积到一个地步呢，压抑太久了，他就呈现一个爆发一个反弹，好一个反作用力，好受不了了，那这幅画就是表示他一种情绪的喷出一样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、非常明亮的，然后用红色用。